大家好，我是山里阿东。好，我们今天再来把那个那边种一些新的茶，这边再补一些原本太干旱死掉的茶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补太干旱的茶。先来挖洞，但是洞挖一挖，等一下可能要加点水，然后下午再来种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挖。挖洞的地方要浇水哦。这样出大太阳，洞下有那么多气飘飘。如果这边还好，再吃一点，外面那一些就洞歪歪，里面在洞。好，今天晚上会下。那如果没有，礼拜天再种也可以。还有两个洞，我们算看几个洞，要割几个种。然后上面都还要补好多，没补什么了。你在干嘛？啊？这上去年压条的茶叶啊。压条。根很漂亮。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到时候我们这样。有根这边剪一个，这边剪一个，这边剪，这可以种一二三，这个等于四个，等于分株过去。对对对对。哎。用剪的。这样好，你先种，不够再来。换这一颗，它根长得很漂亮。把它踩紧哦，踩紧一点，那上面再把它放一些呢，松紧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它是湿的，土是湿的，对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